大家好，我是航天员聂海胜。能够代表祖国飞天，我始终怀有强烈的、还有神圣的使命感和荣誉感。这次飞行任务啊，是我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的第一次载人飞行。我有幸能够开跑空间站建设的第一棒，我是有很多很多的期待的。我想，作为一名航天员，我们的初心使命就是飞天，也可以说，只有飞行和准备飞行两种状态。只要祖国需要，任务需要，我们都会以最佳的状态，最充分的准备，我们去迎接挑战，去履行使命。这次任务出舱时间大幅增加，而且是多次出舱，任务变得极其复杂艰难。我相信，挑战和考验也不会缺席。为此，我们进行了严格、系统、全面的训练。无论困难多大，风险多高，任务多重，我坚信，有专业人员的地面支持，有我们乘组三位帅哥的默契配合，我们一定满怀信心迎接一切挑战，特别是身着我国研制的新一代飞天舱外服，我们会完成好每一次出舱任务。浩瀚太空必将留下更多的中国身影。有压力，更有信心。因为我是第一次执行任务，压力难免是有的。因为神秘的太空充满着许多未知，空间站任务也充满着风险和挑战。但我坚信，压力就是动力，信心保证成功。经过11年的学习、训练和磨砺考验，我对自己充满信心，对我们团队充满信心。此时此刻，我即将带着祖国和人民的重托出征太空，心情十分激动。我们一定会乘组一心，团结协作，建设好我们的太空家园。快来订阅通视，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！如果有什么想说的，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。